偉賢雅集的一年一度的慈善晚會，他們希望能夠在今晚籌到多些善款，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。我自己都是專門在蘇州那邊趕回來的，就因為現在都是主要的工作都會在內地，所以一早就 mark 定了個期會回來幫忙的了。是啊，因為我而家簽了新的經理人公司啦，咁就即係同阿周杰倫啊，同阿劉根雄啊，同好多一啲嘅朋友一起，咁就而家係喺內地嘅一間公司裏邊嘅，咁就都覺得係好開心，同埋好多新嘅嘗試。其實咧好開心，就係之前一月份嗰陣啦，有份去參與呢個 TVB 嘅時候啦，咁亦都好開心咧，就係 TVB 亦都再同我講，就希望我再幫佢哋拍電視劇，咁我都好期待咯，因為我都覺得我都好中意喺自己嘅地方嗰度講翻廣東話，跟住就可以拍戲俾我啲屋企人都睇到咁樣，咁亦都係希望即係會傾得成啦。